从专业电影制作到 Vlog 的视频记录，索尼专业设备和索尼微单都在视频领域引领着主导地位。作为索尼微单镜头旗舰的 G 大师镜头，也可以直接使用在例如 FS5、FS7、现在 Ultra Venus 等系列的索尼专业摄影机上。索尼在镜头画质上的不断改进和优化，也让视频制作的精良程度和质量不断提升。作为视频制作者，固然对视频器材的要求较高，不管是使用索尼微单系列还是索尼专业摄影机，镜头就像 camera 的眼睛一样，优秀的镜头是影像品质的先决条件，也能节约拍摄的时间，提高拍摄效率。我是独立电影人傅宗盛，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使用 G 大师镜头拍摄视频时的优势。视频拍摄上最大的难点就是对焦，而 G 大师镜头在视频对焦上的表现可以说是让人惊叹。得力于直驱超声波马达、或线性马达和环形马达的双对焦组设计，在视频拍摄中的推拉摇移、快速的旋转甚至是奔跑， G 大师镜头都能快速安静地驱动对焦系统完美的配合。视频拍摄不再需要依赖手动跟焦，解放了双手，可以把视频拍摄时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创意上。除了对焦上的精度，镜头素质上的表现也是惊人的。在我们常用的几支变焦 G 大师镜头上，普通的单反镜头常见的问题也能被很好的优化，例如焦点偏移的状况。所谓焦点偏移，就是在变焦之后，焦点是否能够依然保持在原本的位置上，保证对焦点的清晰。这里用作演示的 2470GM 完全看不到焦点偏移的状况。另外 G 大师镜头在变焦的过程中也不会因为焦距变化而导致光轴不一致造成的画面的轴向偏移，变焦过程前后画面中心点的位置可以保持一致。普通单反镜头常见的呼吸效应在 G 大师镜头上的表现也是让人惊喜。呼吸效应指的是镜头在聚焦的过程中产生的视角偏移现象，一般电影镜头在设计时会有意的优化或消除呼吸效应。这里 2470GM 在改变焦点的过程中，画面几乎难以察觉到呼吸的现象，让视频拍摄时的聚焦变得自然，丝毫不会影响画面叙事。这些优秀的做工基本上代表了 G 大师镜头不仅仅是一支在平面摄影时表现优秀的镜头，在视频拍摄表现上也是极为优秀的，可以媲美很多专业级别的电影镜头。除了为视频量身定制，在画质上的表现也是十分的突出。 G 大师镜头使用了 0.01 微米级的超级非球面镜片，为镜头提供了更高的解析力和自然的虚化效果。它采用了11片光圈叶片以及镜射特写的拍摄能力，为视频的表现力增色添彩。除了对焦、画质和针对视频的优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微单镜头小巧、稳定、轻便，搭配各种手持稳定器时更加方便，可以极大程度上减少拍摄成本和拍摄时的负担。手持时，微单机身可以启动五轴防抖，进一步稳定画面。而针对专业摄影机， G 大师长焦镜头的 OSS 光学防抖也可以提供非常良好的画面稳定性，可以说在通用性和便携性上的表现也是十分的抢眼。随着这些年索尼微单镜头的不断推陈出新，我也看到了 G 大师镜头表现出索尼在视频领域足够的诚意。希望大家使用手中的 G 大师镜头，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